周尔文，你别紧张。高木学长找到一个视频，是跟大火有关的。我想这个视频可以还你清白。我不需要。那个视频已经被动过手脚了，能证明些什么？周尔文，你到底知道些什么？你要告诉我，你到底在顾虑什么呢？你回去吧。 怎么停电了？别动！怎么回事？那小宝，我们回来这儿。谁呀？等等。 我好像闻到一股奇怪的味道，是汽油。是。走。来。 是来了，用的还是老招啊，龙七。你小子命真够硬啊！本想让你们不知不觉地死在大火中 ，OK， 现在我亲自动手，送你去见那个老头子。 这是最先进的报警器，只要现在按下它，整栋大楼都会发生叫声。警察会在30秒之内赶到，你想不想听一听啊？你觉得我应该害怕是吧？我差一点点就相信你了。如果你手上那个东西有用的话，你早就报警了，还那么好心来提醒我。安娜小姐姐，高木。 现在两个人离开这里。高木，是我。你到底是谁？